我们师娘谈的就是好呀。哟，这位公子面生的很嘛。公子，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上好的房间。一看公子您啊，就是没有来过这些烟花巷柳之地，这一会儿我们的姑娘啊可比我热情着呢。来公子，快随我过来。来公子请上座。好。这位公子，您是要找哪位姑娘啊？今天你们严姑娘可还有空啊？不巧了，昨天已经贴出通告，严姑娘的场要磨后三天了。为什么？今天严姑娘有客人重金包场了，单独起舞呢。不过今天有我们十娘的场，姑娘您可以先看看。哎，你说谁姑娘呢？欢迎我做这一行几十年了，阅人无数，是龙是凤我一眼便能识出来。姑娘您啊也不必感到害臊。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，你要不去看看其他客人有没有需要帮忙的，我有事再叫你。这好吧。您看要是有喜欢的随时吩咐，价钱我们好谈啊。好。哎呀，